看起来这个事情真难呐、啊。如果你懂得了这个道理，然后呢，如理思维、观察、修习，到最后的话，自然而然你晓得啊，那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因地上面是什么样做，果位上面得什么样的报。所以你只注意现在你的心形象，这个事情再清楚不过，再明白不过，它既然是愈发相应的，你都做了，不相应的你都断除了，自然而然你深深的安忍在这个上面，不管外面的境界啊是天翻地覆，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炸的也好，气的也好，什么也好，你都不为它动，这样啊。那么这个是第二点啊，第二点也是个布施的时候啊，什么样的意乐是吧？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在下面呢，如何行施？第三点，那么你布施的时候，这个行为教阿行法教授分二，他也是什么是不应该的，应该断除；什么是应该的，要去做。分二，先不依何等教阿行而施者，为不说于激流乃语啊，不快的啊，等了个半天，人家跟你要，哎，好好好好好好，好了半天，吐了个半天，还是好好好，就是这样。而他要赶快给他做，把他先做好。是，那么定起烦恼而后乃语啊，你呀要布施给他，尽量的使他得到安乐。结果你送了半天呢，使他生烦恼，不相应。令行非法或为世间道理之意而施予，这个不可以啊！你送了他东西啊，叫他去啊做不合理的事情，乃至于这个做世间不胜世间理的那种都不可以。因为佛法一定随顺世间，先施予此后减少给或给下列，这个不可以啊！先你决定一定要给他，后来没给他减少了啊，或者是好的变坏了，属恩而语，一时能语而见此少少相改，这个啊，给了他以后啊，是自己的，哎呀，怎么有这么样的好处？哎呦，这个东西好的不得了，怎么怎么、啊，我自己啊省吃俭用啊，然后呢帮了你忙啊，诸如此类的事情啊，这样属恩，说他有种种的好处。那么一下可以给他慢慢的给，少少的给，然后还有下面自为国王得他妻子而为会师啊、或者自己啊身居高位啊，古代是国王了，现在高位啊，就把以前的国王啊他可以任于所为的啊，那抢别别人的东西然后呢送个另外不可以。或者呢自己在下位必须父母奴婢等才而与着上，这一普通一般的人，不是国王的普通一般人呢，上面嘛娶父母的，下面嘛娶奴婢等等，然后呢你把它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取来了去送，这不可以。又能损害他人方便而行会施，这个也不可以啊，你为了损害别人而去布施，这不可以。自懒惰妄叫他行施啊，你虽然想布施，哎呀自己懒惰着叫别人去做，与来求者呵斥失效，旁言轻弄，出言恐吓而够给予。那么来求的人呢、啊、你呵斥他失效他啊，就是这种现象我们平常啊容易见到。那注意啊，这个轻易啊，轻视他啦啊，这种种的不如理的，不是软语相为，不是针对的问题，是吧？这个旁言是啊，就是不是针对的问题，轻弄的话就是戏弄他，轻视他。那么我曰夫自学处而思，这个就是我们出家人要特别注意的，修学佛法的人要特别注意的啊！所以前面一定一再告诉我们，出家人是法师
出家人的财是只有一个条件，这是你自己所生的福报啊，或者是自己不自求而得到的。这个求两字大有学问哦，求要如法如理，完全如力的，这一点呢、很重要很重要，在座的诸位同学特别注意啊，就是在家人呢也是一样，你信佛了一定有佛法告诉我们赚钱的原则，你违背了这个原则而去弄来的不是不对。不能如有自财，不能如有自财而失，常思节节然后顿失，是为应断。哦，这样，这个下面这种也不可以说，你有钱了就应该去布施，不要说有钱了去积在那个地方，积了很久啊，然后啊一下去布施，不要。应该怎么办呢？谁有啊谁施，就这样。他有他要就送啊，这样。故当舍利此等家行，关于这种情况都要放弃啊，都应该舍弃。又诸菩萨见结界施，其实有罪；见谁的施，其实无罪。这个真正修习菩萨的人呢、看得很清楚。他所以要布施，对自己来说呢，除兼贪，就是这样。现在呢，既然你把那个财物积聚起来的话，对不起，这个东西啊是增长兼贪的，所以看见积聚的财物的布施，这个有罪。你随得随施，得到了马上就送出去，得到了马上送出去。为若积戒然后顿施，佛并无度。戒与戒时退却总度求自觉者，令生嫌恨，后是助于为求则过。因为你有了财摆在这地方长戒的话，这个是啊，积戒了顿施，你的福并不见得多，因为你真就不要说别的，那个心呢、对不对先不管。布施当中说你自己的舍心，布施的对象就是以布施的财物，单单这个三轮当中一轮来说，你慢慢的布施跟一口气积了很多布施，结果的数量是一样的，是吧？我现在慢慢的先不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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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了一百趟变成一百块，一块一百块钱布施，以及你一块一块送出去，积的数字总是那么多，那么所以这佛一样的，但是啊，你聚集的时候啊，糟糕了，有的人来求你觉啊，没有布施给他，所以啊，使得很多来求的人呢、你把他排除掉了，结果呢，他心里面啊，就是求不到，生了嫌恨心，生了嫌恨心，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菩萨理中所说此等极为重要，未见即使生长见等种度烦恼，防等取劳障度善行，都于中间发生损失，不能毕竟会失事故。那么关于这个道理菩萨理当中特别强调，就这一点很重要的前面说的就是说先来求的人呢、你把他拒绝掉了，让他呀心里面呢升起了不如理的这种形象然后你不是后者，单单说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还是你聚集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增长的见等，不单单是见了，还有其他的烦恼。我们把那个钱摆在这里吧，就守护它，我等一下要防小偷或者我在摆在银行里胜利一些，或者要怎么样，那都是烦恼，都是麻烦，所以增长取劳，而障碍很多善行，时间也浪费掉了，又增长烦恼，那么何况中间还要有种种的损失而不能毕竟会是事故对这个究竟圆满的布施不相应
究竟圆满的任何情况、任何时候、一切时处，都是啊增长功德，自他的这个不相应的。所以关于这种的加行呢、啊，不可以。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当以何等加行而行舍者，为素言品事，含笑先言，随对和田皆应恭敬。啊，素颜呐、啊，这个叫人家看起来啊，看得很舒畅，很欢喜。你自己也欢喜啊，是别人呐、啊、也欢喜啊。所以这个大丈夫论上面呢，告诉我们说，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呐、啊，他看见别人来向他要任何东西，结果他送给别人呐、啊，实际上呢，他送给别人的啊，他内心上的欢喜啊。比之这个受你布施的这个人呐、啊，不晓得要超过多少倍，他这个内心的欢喜是无比的欢喜。这个道理在我们普通人的确无法体会的，但是呢，你了解了这个地方所说的菩提心学菩萨道者，你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因为现在你心里面都希望的、祈求的什么？无上菩提。你为什么需求这个？因为你深深的了解，哎呀，这个无上菩提果的殊胜的力也是不得了的，在世间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能跟他相比啊！你没有一点办法可以得得到，除了修学佛法以外。那么现在呢，你正在修学，所以我们为了容易体会这个性情，就像做生意一样，哦，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使得你这个赚大钱，那个钱赚得不得了的大呀。现在你正忙这个事情呢，当然欢喜得不得了，而偏偏别人不知道，就你知道啊，啊，那个是你心里欢喜啊，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他这个人来求你，你送给他的时候，他这个人得到的最多这是一点眼前的钱财，他根本不理，得不到你想象当中、你心目当中所求的无上菩提果宝，他怎么有你这样快乐呢？这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吗？这样，所以这一点呢，虽然这是讲布施，其实我们修学佛法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如此。啊，修学法除了这个六度、五度一。每一度都是一样以外，特别讲精进，精进是告诉我们，我们做这种善事啊，有一种强悍的这种心理状态。那我们现在就我们做一点点呢、啊，事情还没做，哎呦，我心里害怕，我不行，哎呦，我头痛，哎呦，我这个我那个，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啊？不但精进一点都没有，怯弱的不得了，为什么？那就是他不能分辨那个是非好坏，他先前就是难舍贪着这一点的小小的利害，对不对？或者是知见上头，或者习性上头的。所以你正确的了解了佛法，正因为你要快乐，正因为你要这样，你要不要嘛？要，要是大快乐啊，大好处都在这里啊，哪有破不了的呢？这样，所以处处地方要注意一件事情，修修佛法真正的中心是什么？正知见。你有了这个，自然样样破得了。你既然能够破除了障碍，那个古宝是样样得到，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用这个道理去的话，你做起事情来没有一点事情会障碍得住你，无往不利，无往不利。那么这个情况，这种精进的先是心理上面的认识，然后呢行持上面呢去表现出来，这个地方用在第一个布施上头。所以他会说，哎呀，看见来求的人啊，好欢喜哦，先言含笑，哎呀，他来成求我无上菩提啊，真好啊，你这是大善之事啊，是吧？当然对上面的进田等等，现在对那个背景下面的穷人等等啊，也一样的欢喜而且恭敬，他像佛一样啊，
佛使得我成就佛，他也使得我成就佛，我当然恭敬他。你布施的人你能这样恭敬啊？哎，所以等到你成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啊不恭敬你。这个道理就这么单纯的。所以前面告诉我们就是必别是生必别果啊，这个必别不但是在事相上头，而且布施当下在外面是这个事相，里边是个心理啊，以及你的家行啊，那每一样东西当你怎么做的果报上面呢、啊、就感的怎么样的有回报。继续下去，亲手应时与他无神，耐难行苦，耳心会事。布施的时候要亲自去做，还有呢送的时候要适时，这个很重要哦。他今天有求于你啊，到那时候你不送，过两天呢、啊、他已经没有求了，你送他了，这个不行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送什么，应该谢众送炭的是不要锦上添花，这是应时。那么布施别人与他无损，还要布施的时候要有耐种种难行苦，然后这个布施。这样凡是前面这个道理啊说起来很容易，可做起来我们就要自己的身家观察思维，然后呢你能够把出这个了解的道理去做得好，那就是功德无量无边啊，功德无量无边。所以我这地方处处地方啊，总是一看到这地方啊，我就想起来了，像对于古建呐、啊像什么感应边会边呐、暗示全书啊，那古德们的种种语录啊，乃至于最长期的了凡四训等等啊，那就这个样，就这个样。他也这么说啊，他说啊，那不管是任何情况之下，他总归啊，哎，能够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不管外面怎么样的难怨，他总归委曲求全。这样，此等古者，如《弟子品》云：“有恭敬师，感亲友等而为敬重；有书手师。”感的成事，有因时事，一切时因时成败。你能够上面这样做的话，这个因感的什么果呢？这个经上这么说，你布施的时候能够恭敬求者，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的亲友啊也来恭敬你。这个真上身当中的亲友，那至于究竟决定身的时候亲友，他都是恭敬。所以到成佛的时候啊，任何情况任何人一看见佛啊，就无比的欢喜，无比的恭敬。这样乃至于佛在世的时候，你看不要说有情了、啊、他住在那个地方，哎，结果啊那个树啊自然呢、啊、也盖过来在他头上，那个太阳移过去了，那个别的地方那个影子啊跟着个移，他佛住在那个树底下那个影子还不一样，还站在那里啊，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说这是啊，不是都是恭敬，有书手是感的诚实，你亲手啊好好的去帮帮人家，到那个时候啊人家也回来哎帮帮你。所以现在我们常常的怨，哎呀现在这个时候啊好像啊人情啊很狡猾啊，哎，这是没错。为什么你会感到脚步啊？就是你所生因理当中啊，你没有这样做。你真正你懂得了这因果的必然关系的话，当你看见眼前这种不如理的事情啊，你没有一点抱怨，不但没有一点抱怨啊，只有反躬自省，然后呢检点自己，然后呢精进力行，没有一个地方例外的啊。那么有因时施，你能够因时而施啊，你办起事情来啊也哎因时成办。又因不审他施，感得坚固之财；又忍苦施，感得自心眷属。你能够不施别人而不损害于他的话，那么得到坚固的资产，坚固之财下面会解释的。又耐苦，能够难行
这个而去送给别人的话，那个时候你感到的眷属他会也啊知心啊，克心可以尽心尽命的来为你。据舍论说，宿舍会是的广大财，因那个论上面，那么下面解释坚固财是什么呢？如据舍说因，他与自财不能长难，苦等无悔。平常我们说我们感到的财物五家属共，这个都是不坚固的，或者是水漂，或者火烧，或者盗贼，或者亡难啊，盗贼容易懂，亡难是国家啊，古代的皇帝也跑得来，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哦、我们财务好好的，等一下政府里边说哎，这地方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把你东西拿掉了，是如此类的，那对世间的所谓自身、这个是不坚固的。就世间来说啊，你布施的时候如果能够这样的就感到这个坚固之财，也助他是家行者、哦、这个很了不起，有帮助别人布施这样的家行法。未若自有可施财物，见有监领正为少师，应往其家欢喜安慰而如是高言。那你看见呢这个有人呢、啊、很健谈啊，他很少布施，也没有布施过，而你自己呢有很多钱财啊，可以布施，想布施要布施，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哎，先不要忙着自己这件，就到那个小气监领那个人家去啊，给他很欢喜安慰，告诉他说我家现有广大资产，我为圆满波罗蜜多七月七者，若有求在与会与如会故，莫领空故，可取我财，会是彼等，或是讲的引到我使，我心会是当生随喜。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跑到那个小气不舍得的人家就告他呀，说我现在啊，他家里有好多钱好多钱，那这个东西啊我啊要送给人家，为什么？要圆满这个布施波罗蜜多，哎，这个有多少好处，所以我现在不是要求财呀、啊、我是要求人家来给我要财的人了啊，但是呢我也找不到，所以啊假定是有的人要来求财啊，嗯，跟你碰到了，你不要让他空返了，你就告诉他啊，到我这地方来，或者你不到那地方来，把我这个钱呢、啊、也送给他，就这样。结果啊他自己啊是不肯送，也不想送，结果有人到他家里去要的时候啊，他自己不损失，嗯，他后来你要钱到某人家里面去，或者他自己到那个人家里去啊布施，他自己虽然钱没有损失，他还是行那个布施，他看见了这个心里也欢喜了。为什么呀？那比如说有人来找我，嗯，我自己舍不得啊，然后呢把这个人呢、啊、拒绝去了，自己觉得顾不起、啊、好好没关系，来来来，我正好带你去啊，那隔壁的人家，结果呢那个讨的人也欢喜，然后呢隔壁的人家拜托我啊说帮他，他也欢喜，那我也欢喜了吧，对不对？哎，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嗯，你布施啊，这个健谈的人啊随喜，是吧？所以这避财无减啊，即便欢喜，哎嘿，他也没损失啊，却也得到了欢喜，能如实行啊，如实令彼渐渐能出见狗种子，是吧？你能够这样做的话，慢慢的帮助他呀，能够啊除掉他那个小气的那个种子。又见修习自私少财，一下无品，尽得中品，一中无贪，不是中，一下无贪，进的中品，以中无贪进的上品。因为他能够啊由你这样引到，本来这个坚狗狗就是啊脏啊，就是烦恼相啊，杂染相，就是坚贪的这种杂染那个种子啊自己不能住，因为被你这么一来的话就欢喜了，一渐渐的对自己啊能够啊少少的啊能够布施一点，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啊
下无贪，这个无贪是跟贪相反的，慢慢的进入中无贪，这个无贪就是对着贪的，慢慢的升高了，又再由中无贪进的上品的无贪，进步了吗？啊，这个好了不起。如是若自清教规范弟子作伴，使兼贪心不能会事，或睡非兼，然无自财与被自财，令于三宝速修布施，自己不得，由此因缘自述生佛弥更宏都。说你像这样去做，那么不管是你自己的周围的什么人，或者你的增长，或者你的同伴，或者你的弟子等等，由于他们这个啊心里边呢为兼贪所比而不能布施，或者虽然不能布施，但是呢他缺少资财，缺少资财。上面比如说那个清教规范，通常他既然清教规范的话，他不会有兼贪，万一有可能，就是通常这种情况啊，他是说没财。哦，由于像前面啊，他能够啊，是助他家行啊，这个真了不起啊！你不但自己布施，而且使得这个艰岭难舍的人啊，因为你这样的行为啊，也成就了他从不肯施，然后呢到少少施，到重视大师，所以破除啊他的贪，从下无贪进到中无贪，乃至于进到上品无贪，上品无贪就舍了，是呀、啊。能够这样做的话，说把这个原则用来，如是若知清教规范弟子助办，是兼贪心不能会失啊，或者是他因为细量啊。向来这样的小气兼贪呢、啊、不能布施，或者呢他虽然不小气，但是没有钱啊，那个时候啊，经过你这么一来啊，啊他就能够啊去布施供养，这样他自己虽然不住，而由此因这样一来的话啊，他也就得到了好处了，他得到了好处了，或者是布施的时候，你自己虽然没有施，而让他帮你去施，不管是自他，由此因缘自述生佛啊，弥更宏图啊啊！因为这样的得到的这个福德啊，比单单前面的得到还要多，还要多，令于一类调伏烦恼。圆满一类散发欲落，摄受有情，承受有情。嗯，这样说，这个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呀、啊、另一类是调伏烦恼，以另一类是圆满散发。他本来啊苦恼的啊、没有钱或者什么的话，你帮助他了，哎，帮助他调伏了他的困扰。还有一类呢，另外一方面呢。他本来啊兼贪什么等等的话，从这个兼贪的烦恼啊，反正变成个布施的意乐，就这样。所以两方面又能够调伏烦恼，那个是一类，又能够增长善法一类，这么个好法，你又能摄受有情，又能承所有情。摄受是救他，调伏了烦恼，帮助了他，摄受他，使他增长善法，又乐是成就他，这样好啊。所以啊，前面这个家行布施当中，别人不能布施，你能够这样帮助他，那个真了不起。如是若知现物之财，应以工巧事业之处借财挥施，或以他所宣正法语并助贫者，即兼领者谢乐会师，或助求者教往巨信富饶之家，公也其属，谁乐谁能助其会师。由于事物这圣妙事，即将所备
可是财务圆满会师，下面嘛其他的等等，这都是我们呢应该做的。哦，上面是自己有钱，假定是你自己没有呢，没关系啊，